情境对话。芳芳，这是谁的信？是亮亮给我写的信。这张邮票真好看。这是长城，你知道长城在哪儿吗？不知道。在中国北京。北京是中国的首都吧？是啊，北京还有故宫和天安门广场，都是很有名的地方。啊，我真想去看看。今年暑假我们要回中国，你跟我们一起去吧。好啊。亮亮，你去过北京吗？当然去过，我是从北京来的。那你去过颐和园吗？去过，颐和园有山有湖，湖里还有个小岛，可漂亮了。那儿是不是有座桥，叫十七孔桥？对啊，桥两边的石柱上还有很多可爱的小狮子，我很喜欢。我还没去过呢，不过我去过上海。今年放假，我要回北京看爷爷奶奶，又可以去颐和园玩了。别忘了多照几张照片，用 email 发给我。好，一定会的。芳芳，你看这画上的王宫多美啊。这是什么地方？这就是法国的凡尔赛宫。它以前是法国的王宫，现在是国家博物馆。凡尔赛宫真大，它有700多间大厅和房间呢。你知道的可真多，你去过吗？没有，我是从书上看的。不过我很想去看看。我也是，不知爸爸妈妈有没有时间。真希望我们能一起去。妈妈，早上好。早上好。今天太阳真好。是啊，我要把被子拿出去晒晒。我和你一起晒被子。好，你把衣服也拿出来晒晒吧。好，我拿衣服，你拿被子。晒完衣服和被子，我们出去走一走，好不好？好啊，我们课文里说，晒过太阳暖洋洋，常晒太阳才健康。牛伯伯，我要过河，水深不深呀？水很浅，你过得去。小马，小马，别过河，别过河，水深得很呢，你会淹死的。牛伯伯说水很浅，小松鼠又说水很深，我该怎么办呢？还是回家问妈妈吧。妈妈，牛伯伯说水不深，小松鼠说水很深，我该听谁的呢？老牛又高又大，他当然会觉得水很浅。小松鼠呢？小松鼠那么小，他一定觉得水很深。对呀。那河水到底是深还是浅呢？你自己去试试吧。妈妈，天上的月亮不见了。是啊，月亮到哪儿去了？妈妈快看，月亮掉到水里了。对呀，月亮怎么掉到水里了？我们把月亮捞上来吧。好啊，我们叫上爸爸一起来捞月亮。爸爸妈妈，月亮不见了。你看，月亮不是还在天上吗？